在2018年嘅街头访问入边，因为被拍摄长腿身材而讲咗句好贱啊嘅靓女空姐 VN 曾经一度声名大噪，但系因为人红是非多，被翻出黑历史疑似露点照片之后就潜水失踪，消失响大众嘅视线。不过近日 VN 就再度浮水，响佢嘅社交平台上面大派佢响泰国旅行嘅性感清凉照，佢着住嘅小背心完全被佢丰满嘅上围逼爆，无论身材同埋颜值，证明咗佢已经回复到五年前嘅巅峰水平，真系可喜可贺啊！其实呢几年 VN 嘅生活都唔易过噶，佢喺是非事件之后已经辞去咗空姐嘅工作，曾经一度做起 KOL， 仲着过婚纱做过代言宣传，之后又喺网上面卖过水晶链，以为佢冇咗方向啦，点知喺去年嘅年底先至发现，原来佢啱啱先至读完护士课程，将会正式进入医护界，以后或者应该要改称佢做靓女护士 VN 啊。假如我入厂留医见到你，希望你唔好笑我贱啦。